要来介绍的第一个啊，不是动画的部分，我们回去补充一下有关材质的部分。那材质部分，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个陨石，对不对？但是那个陨石的做法，其实它用的是 modifier 的做法。那 modifier 的做法做陨石之类的，可能是比较适当，因为它会直接改变形状。但是有时候你并不想改变形状，你只是希望说它的表面能够有凹凸，像柳丁、橘子这种东西，你去改变它的形状其实很奇怪。那反而是你直接让它利用某些贴图来做出凹凸的感觉，就可以了。那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怎么样利用贴图来做凹凸的感觉。好，那首先进入 Blender 之后呢，我们删除那个立方体，改用一个球，因为用球的话它凹凸材质比较明显。好，那接下来我们建立一个材质，建立一个材质，那建立一个花纹，就 texture 这里花纹。然后呢，这个花纹这时候你如果按 F12， 它会是一个有粉红色的然后有原本的灰色所以它会呈现灰色到粉红色的一种花纹那为什么是粉红色？因为下面这边设定的是粉红色，而且它这边的 influence 呢设定的是 color， 是吧？用颜色来作为这个花纹的影响。那但是其实它旁边还有很多很多个属性那这些属性就代表说我现在这个花纹到底是要作用在强度上面，还是颜色上面，还是 alpha 就是透明度上面translucency 也是某种透明度那specular 光泽的强度，或者光泽的颜色，或者是光泽的硬度那或者是阴影的这一个我就不确定是什么功能，阴影的 发射就是近射，或者是光机追踪的那个强度，反射强度。那接下来这几何的 normal，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有所要用的。你把它作用，把这个就是材质，这个云一样的材质把它作用在 normal 这一个属性上面的话，它就会变成凹凸，因为 normal 就是它的法向量normal 就是指说对于这个表面的法向量，就垂直的那一个方向。那你把它作用在 normal 的 geometry 的 normal， 就代表说那个材质是用来做凹凸的用来做凹凸的。那这样子的话，你那个要做柳丁啊、橘子那种感觉就可以做出来那接下来是 wrap 和 displace。那 displace 应该或许也可以，但是可能有点差异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子用材质来做出那当我把它改成上面这一个是作用在 color 上面的把这个材质作用在 color 会变这样，但下面这个是把这个材质作用在 normal geometry 的 normal 上面，它就会变成这种表面有点凹凸的感觉那你可以调大这个凹凸，调小这个凹凸那调大小的方法是在上面的一个材质的那个属性上面好，那如果我今天把 normal 跟 color 同时打勾，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它既有凹凸又有颜色。OK， 那颜色你还可以调，我是要粉红色还是什么，调这一个就好了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介绍的那我就来示范一遍好，我首先把这个删掉那请各位看前面那我加入一个 UV Sphere 球体那我先让它变平滑化 smooth，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选这个材质。这时候这一个 UV sphere 是新增的，所以没有材质我就新增一个材质新增完之后，这里 texture
目前也还没有我们新增的 texture 啊。那 texture 预设就是用云状的啊 cloud 啊，那我们就用云状。那你待会可以试试看用别的 texture 啊，它的感觉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先用云状啊。好，接下来呢，你在这里其实我们目前作用的是 influence 是 diffuse 是光泽，然后 color 是颜色啊。那我按 F12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这样的球 ，OK。好，那这时候呢，我如果把这一个 diffuse 给拿掉啊，其实我全部拿掉，应该就恢复到原状，对 ，OK。那我如果今天呢作用在 normal 上面啊，你再看一下它就变有凹凸了啊。那我如果今天呢让它作用在 color 和 normal 上面，那它就既有凹凸又有颜色。我如果把这个颜色给改了 OK， 那再回来啊，它的那个表面的颜色就不一样。那这边呢 ，normal 也可以反向的啊，比如说负 1.0 OK， 这样子的话呢，它原本凸的地方变凹了，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现在凹的地方才有黄色，凸的地方没有黄色啊？那当然这黄色看不太出来，还是用红色好。好 ，OK， 好，这样看的会比较清楚，凹的地方变成红色，然后凸的地方变成灰色的啊。那如果我是正 1.0， 那就变成是凸的地方是红色的，凹的地方是灰色的啊。我也可以不要 1.0， 比如说我负 0.5 OK， 这样子的话呢，它的那个凹凸会比较不那么明显，有没有稍微小一点。我也可以很强啊，比如说 5.0，哇，这个凹凸就非常严重，对啊。那所以这是你可以调整的。那另外一个可以调整的部分啊，我这个回到 1.0 好了，这个有点恐怖哦，这个啊，这种形状有点奇怪啊。好，那回到这边，这个 cloud 的这一个，它有一些属性也是可以调的啊。这里它有一个 size， 就是它的那个云状，这个云状。云雾的大小啊 ，size 现在是 0.25， 如果我调 0.5， 你看一下，它是不是变得比较，感觉那个每一个颗粒变得比较大一点啊？那没有那么明显，就雾雾的啊。我一直往上调，你会发现这个云雾状变得很粗糙，就是很大啊。那我按 F12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变得雾雾的啊，就是那个云雾状已经变得很不明显。它刚刚是 0.25 嘛，哈。所以它就 0.25 的话，它的云雾状就比较明显。它如果我弄成 0.1， 哇，这个感觉就有点像那种真的比较像石头的那种感觉。OK， 所以这边都是可以调的。那这个深度就是你可以调它凹凸的深度，那这个 depth 那也可以调。那就请各位去试试看哦，你可以用这样子很容易就做出某种岩石啊，或者是橘子啊、柳丁啊之类的这种感觉。那请各位去试试看。